云城，这可是你回来的第一面锦旗，我来把它挂起来吧。我来。哎，我来吧。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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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手！我自己来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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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云儿，云儿，你总算来了，我厂里面的几个工人得了怪病，赶紧去看看。好。按好，按好。心跳跳得很快，感觉像是中毒了。这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的。我记得当时有一只特别大的胡蜂在我们周围飞，后来老陈就变得不正常了。这会不会是那个胡蜂给咬的？那你还记得那个胡蜂长什么样子吗？那个胡蜂的颜色特别的鲜艳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从没见过这样的胡蜂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呀，小姐，老爷，拿过来。不给。怎么了，老爷？哎，你看，原来是他把毒胡蜂带过来的。当初你小子阻止药厂开工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在捣鬼。爹，这肯定都是误会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，你得相信。孩子，他在骗你呢。什么骗不骗的呀？您放心，我这就把他带到警局审一审。哎，乔局长，我可以证明新城的清白。清白什么？清者自清，反正我没干过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救人。说什么说，走去警局去。哎，走。星辰。哎，云儿。星辰，爹啊。你看看，咬人的毒蜂是不是长这样子？没错，咬老陈的就是这种胡蜂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早点交代，我就不对你用刑了。我说你这家伙干嘛总是找我茬呢？这胡蜂是我抓的，我可以作证。这胡蜂的确是我和星辰上山采药时他抓的，
工人被咬，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是包庇罪。我没撒谎。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就是山里的兽医。兽什么医啊？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怎么可能是兽医？这个毒狐蜂是不是你养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去找胡蜂的老巢，要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。你只要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不是你老跟我犟什么呀？你再跟我犟的话，以后你生病或者被毒狐蜂蛰了，我不救你啊！齐飞，把他关起来。这个云海市还没人敢跟乔家作对。我劝你坦白从宽。那我说了他不信怎么办？我身为探长自然会查清楚。你进去老实实的想清楚。过来。你说的山里还有毒蜂巢，真的假的？这种胡蜂喜欢攻击活物，如果见到那些死亡原因不明的动物尸体，那就说明这帮毒蜂肯定就在附近。还有啊，这附近的小动物应该被他们蛰死了不少。他们连草木都不放过。哎，很危险，小心点。多，不用谢。多管闲事儿你。小姐，想啥呢？最近事情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是兽医在就好了。工人老陈中毒跟那个兽医有关系，你怎么还想着他呀？哎，跟他没关系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那个工。那个老陈啊，死了。还有，警察局的验尸官退休了，你能不能帮个忙啊？你们等一下我去收拾一下东西。行。腹部胀气，关节扭曲囊肿，没有其他明显外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明明刚刚才死亡，但是他的内脏充满了水肿跟淤血，接近腐烂的程度，这不太符合常理啊。他不是刚被定完吗？怎么就成这样了？难道是蜂毒腐蚀了他的内脏？没错，蜂毒可以损伤内脏，导致死亡。
我提取一些内脏回去做实验。这小酒馆，万无一失了。乔正天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人命关天，我不想错过任何线索。你查的怎么样了？我觉得老陈的死跟穆星辰没有关系，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，你不应该抓他的。我只是让他暂时协助调查而已。但是你还是抓了他呀，他是我带回来的，他现在有事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放心吧，等他录完口供，我就放他出去。我找杜虎峰了，看啊。齐探长啊，你的伤好像白受了，你找到的只是普通虎峰。哎，我来告诉你啊，真正的杀人虎峰要比这个个头更大一点，要么像这种是七种颜色，要么是这种三种颜色。那我真找错了。但是你应该庆幸，如果真是杀人虎峰蛰你的话，你早就没命了。哎，别气馁。不行，我必须找到虎峰。跟我走。老爷，你看这又有几个工人被咬了，正发狂呢。哎，大黄，哎，这事情绝不能外传，还有把这些病人赶快送去医馆。你私自带我出来，就不怕乔振天骂你？不怕，我非得破了这案不可。你比乔振天强多了。哼，一百分，让我。老爷，发狂的工人都被绑起来了。那赶紧送去医馆医治，找最好的大夫，还有。让其他人继续开工，什么都不能耽误啊。
老爷，这开不了工啊！这剩下的工人都说这厂子太邪性，都不干跑了。那赶快招人呐！我花了这么多钱，不能就这么打水漂了。啊！喂，喂，是我。啊，药厂的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停工吧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几个工人生病，我都解决好了。警察局已经向我汇报了，那么多人发狂，万一是传染病怎么办？市政厅已经决定了，马上停工。哦，喂，喂，岂有此理！大黄，赶快找人把药厂值钱的东西都搬出去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警察局的人把咱们药厂给封了。什么？还说这里的东西都不许带走，怕传染病扩散。人呢？张狱警，人呢？木星辰他。他被齐飞探长带走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齐探长是您表弟，我们不敢拦啊。滚蛋！这东西谁放这儿的？这是齐飞探长带来的。穆星辰说是他找错了什么，然后他就带着嫌犯走了。找错了？他们应该去山里了。赶紧给祝小山打电话，把齐飞和穆星辰给我抓回来。是。你给我等着。兄弟们，听说这个毒蜂能杀人，虽然我们已经投靠了乔家，但是咱们自己还是要当心的。为了保住小命，就当走个过场吧。知道了。就是这儿，哎，对，那个厂里面人说啊，那个老陈啊，就是在这儿被折腾啊。哎，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毒狐蜂除了喜欢采蜜之外，还喜欢鲜血，得做一个陷阱勾引他们一下才行。怎么做？别急，等他们吃饱喝足了就会封城了。不急，对，我们跟踪他们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这儿，普通的蜜蜂窝。又跟丢了。住！哎，住！住什么？小山。哪个？土匪。哦，齐飞，把木星辰给我留下吧。这。啊！
跑！救啊！我被不喜臣放毒妇咬了！兄弟们快跑！救我！小三，行了，别装，挺像啊。这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，只有找到真正的东风，才能够抓住幕后真凶。牺牲一下，没关系。牺牲不是你，我给你洗白。咱去哪儿？胡峰都往这个方向飞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没错。你干嘛？别着急，咱们人手不够，容易打草惊蛇，知道吗？以我之见呢，咱们回去召集一下人马，等养蜂人回来之后，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有道理吧？走了。好。这回好了，我家药厂也被你封了，你到底还要干什么呀？你误会了，为了防止传染病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等病因查出来之后，我立刻马上解封你家药厂。啊，对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是穆星辰干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别胡说！别！齐飞，别！你真的可以啊？背着我带他越狱，星辰，没呀、啊，他关押时间到了，不行，对，我们找到一个线索、啊，什么线索？胡峰的巢穴就在树林的一个花房里面，只要找到花房的主人，就相当于找到了凶手。那你还不去抓人啊？要是抓到人了，案子破了，是不是咱们药厂就可以重新开工了？啊！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觉得真凶就是他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让齐飞带你去看看。啊，我们刚从那儿回来。啊，走。啊，对了，这个草我研究过，可以治疗蜂毒，想办法制成外敷药，如果有人受伤的话，能救他一命。那我给那些中毒的人试试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是，快！冲！
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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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还真有点像。别急，我来想办法帮他们治疗。跟我过来。怎么办呀？我先给他们打一点镇静剂试试吧。大黄，马上带到治疗室去！快快，给我拿东西。好。哎呀，这什么草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睡觉门都不关，也不怕着凉了啊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草？这是神木族的解铃草，专门治毒虫叮咬的。那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？这种草药对我们神木族人来讲不算什么，但是你们常人根本无法承受，如果使用不当，不但救不了人，反而还会害人。但事到如今，再危险也得试试了。是啊，再不救他们，撑不过三天。小姐，他睡过去了，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大黄，你先出去忙吧。小姐，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啊。好，去吧。哎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承受不住药草的毒性。那怎么办啊？如何是好？穆大夫，那个我抓着一个胡蜂，但是我感觉他跟你画的那个不一样啊。不愧是探长，你立大功了，知道吗？赶紧回去休息。小意思。这胡蜂怎么了？我们神木族的七色胡蜂一旦出了外界就会死，这三色胡蜂不一样，有攻击性，而且在外界不会死。这也就说明这是两种胡蜂，而他们中的也是两种毒。
那这盒解灵草没有用了吧？别急，我还有办法。 别吹了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竟敢违反族规，私自来到外界，还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。我这个不是为了入乡随俗吗？虽说这样不是挺好看的吗？走吧，跟我回去。哎，师傅，您也知道，神树的生死关系着我们全族的命运。再说。 我这不也是为了寻找这树的良方吗？这件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族长让我带你回去，跟月影完婚。您就不能让他把儿女之前往后放一放吗？师傅，我告诉你，最近城里来了一批比七色胡蜂还要毒的三色胡蜂，很多人都被咬伤了。如果我不救他们，他们很快就玩完了。这件事情跟我们无关。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您这么一说，还挺有道理啊。哎，师傅，您说咱们族内的解灵草能救他们吗？解灵草？啊，解灵草对于他们如同致命的毒药，不可外服，必需配以味甘性温的草药制成丸剂服用，从而降低药性，这样可以缓解风毒。嗯，这样。嗯，我知道。走。嗯。 嗯，哎，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